为了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，增进台日两地学生相互了解，树人家商接待来自日本福伦社2700区优秀学生访问团，参观学校的教学环境以及设备，而校方是准备了许多的表演活动，让来访的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，增进台日两地学生互相了解，树人家商接受台湾福伦社邀请，接待来自日本福伦社2700区优秀学生访问团，参观学校教学环境以及设备。是因为日本福伦社2700地区，他们的学生是来自于32所学校，每一所学校会选一个优秀职工代表，当然他们的这个活动的费用啊，全部是免费的，由福伦社替他们支付这个费用，主要是鼓励同学啊能够认识全世界，能够做国际的交流，对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学生啊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活动。树人家商为了欢迎参访团，准备许多表演，包括餐饮科的托盘舞、美容科的走秀，以及幼保科的原住民舞蹈等等。树人家商和日本福伦社国际交流已经迈入第四年，日本福伦社这次来台希望透过体验学习课程，让日本与台湾的学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我们学生对这活动事实上是抱着肯定以及欢迎态度，我们学生能够跟同学一起交流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快乐的，也能够一个美好的回忆。这是日本福伦社来台参访，受到树人家商师生热情款待，不仅留下深刻印象，也期待下一次能够再来台湾参访。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。